全国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演员王凯，在这里要祝福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身体健康，也祝所有的父母都能够身体健康，祝我们的国家富强安康。这是第一次来到春晚的这个舞台和现场，刚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肯定所有人的心情应该都是很激动的，然后也是很兴奋很开心的，因为能够上这个舞台，把自己的最好的一面或者是才艺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，其实是一件特别幸福和开心的事情，应该是一种陪伴吧。因为从小到大，几乎全中国的观众，包括全世界的华人观众，应该都是在春晚的陪伴下度过大年夜的，变成了一种习惯，也成了一种陪伴。我是南方人，所以我们家过年的习俗，每家每户都会自己腌那个腊鱼腊肉，这个算吗？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应该是鱼，因为我们那儿有讲究，就叫年年有余嘛，所以每逢过年的时候，年夜饭上都会有一盘鱼。难忘今宵。Ready。难忘今宵，难忘今宵，无论和海角，应该会给我父母先发新春祝福吧，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的原因，常年不能在家，也不能陪伴父母，所以每逢佳节的时候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，肯定会先给父母送上这个春节的祝福和问候，希望父母都能够身体健康，然后每天开心快乐，这也是我们作为子女最大的心愿了。